前一尺，国庆日10月10号，让在核四厂门口表达我们反对核四新建，我们坚持台湾非核家园的立场，保证变化。一二三，飞！赚钱，然后就让整个台湾烂掉。对，一开始也是什么都不知道，只是觉得既然人家很辛苦从台北来的话，就是觉得可以去帮忙。然后可是因为有路人就问我说，为什么你要反核？然后我自己也说不出个为什么，只觉得就是不安全。然后后来自己有去看书什么的，就觉得这个事情真的蛮严重的。对，所以还是就是有自己去查资料。对啊，所以就比较能够跟人家说清楚自己为什么觉得要反核。就虽然知道合适合适，可是就一直也没有就是真的踏到这边的区域。然后今天实际来看，心情还蛮矛盾的，就是明明外面真的很漂亮，可是那边就是有一座我们都不喜欢的东西。他们要走84天，预计啊，但是我们看这个政治局势的演变，我们行程保持一个弹性，我们要绕台湾一圈，最后到总统府，我们再来要求这个政府要来改变。那我们等一下走的路线呢，今天我们是废核行脚的第一站，从贡寮出发。那刚刚陈怡峰老师也说明贡寮这个地方为什么是台湾一个反核运动、台湾一个社会运动、环保运动的神圣空间，所以我们选择这里开始。我们等一下走滨海公路，我们会走左侧的就是逆向的这个自行车道，走大概走半个小时到龙门的地方，会切到海岸。那海岸那边走一个小时到那个彩虹桥，然后到芙蓉车站，是在地到处找一些 NGO 或者很热情的一些民众，然后他们就会帮我们。比方说云林有20个乡镇市，我们比较特别的地方大概就是说云林大概是20个乡镇都会走过去。这个活动叫做环岛接力行脚，所以我们希望走到每一个乡镇，是在地的人都能够一起出来陪走一段路。对，比方说你住斗六，你不用整个云林一起走，你可能就只要走斗六这一段，让大家会觉得说，哎，其实在每个地方都有人声援这样子的废核的行动。不管你是什么，不管你是什么团队，不管你是行政，不管你是什么政治立场，你是哪的好，你是车的好，今日我们只有一个最坚决的主张，我们就是反对核电。早上先在立法院，我们也有反核的活动，我提出3部曲，第一部曲要马英九下台，我希望我们的行军队伍不要忘掉，要马英九下台做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新北市我们正式完成提案，马政府非常
的金蛙才会宣布全国公投。所以马英九已经认为讲，和平对何事不可，对其乡乡业业无认真面对。如果咱若是继续搁安尼做，会让咱崩溃。所以伊甲咱斗法，转了伊转播全国公投。全国公投的意思是叫金门妈祖其他所在没有感受到核电厂威胁的人来决定，尤其是我们盐寮附近50公里核电厂附近的居民的生命财产权。他用全国公投来模糊的焦点，希望全国公投不成功，让核事继续进行。因为我们已经走了30几年了，喊了30几年了，刚刚陈玉光教授也几乎快要声泪俱下，我们可以讲到我们在地的居民熬过30几年的漫漫长夜，如果不是燃料棒放进去的话，那么真的日夜没办法睡觉的。好像是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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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可以过去了，我就直接过去了。谢谢，感谢您，感谢要注意到底，那只有让他有空，我先站着，我给的。